好啦，晚餐吃了老婆的那个，刚才吃这个，好，还有那个小鱼干，我妹的已经吃完了，老婆重口味的，我看下好不好吃？有啊，很好吃，你比原本更好吃。有。好、哦，吃三碗饭，啊你好吃多啊，老婆炒的卤味。啊，这配这个刚好。它原本的这个哈、哦，红茶这个味道不是很重，我把它加热豆干加一炒，就很够味。所以懒得炒卤味，我建议去红茶买一买，然后自己再加豆干加一炒。蒜头辣椒再多加一点，很够味，真的。你看那不是很棒吗？买配这个海泥羹，然后一个饭，这样吃就很好吃啊。OK， 好啦，分享到这边啦。OK， 拜拜。